十宠豪富范丹琼，甘罗运凿晚太公。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，六人聚在五行中。放下这几位咱不表，单表西岐的姜太公。姜吕袜曾在终南山上学过艺，艺成之后下山峰，回到家中无事干，在买卖行中度营生。太公贩牛，羊增价；太公贩羊，牛又把价增。无奈和牛羊一块儿贩，殷纣王下旨断杀生。回到家去，夫妻买了一斗好高麦，半夜里磨面到天明，把白面装在圆笼内，这才挑起了八股圆笼绳，挑着面长街卖，吆吆喝喝不住声，从天明吆喝到正晌午，并没有一个人来把白面称。太公无奈回家转，大树之下歇歇功。正是太公来歇赏，来了一个贫婆把白面称。您若问贫婆什么装扮，太公留神看分明，头上梳了一个马尾的嘴儿，嘴儿上拴着半条破草绳，身上穿的衣服脏又旧，半边是补丁，半边竟是大窟窿。左边的补丁露着肉，右边的窟窿还透着风。左边的补丁没钱补，右边的窟窿还没钱缝。左手拿着一个老钱，右手拿着半拉破茶盅。他倒说：“面掌柜，你这一斤面多少钱呢？快给我把白面称。”太公一听就一愣啊，一个钱的白面我怎么称啊？皆因为我这小孙子太淘气，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，买一个钱的白面呢，我打酱子，打好了酱子糊窗棂，左手递过来钱一个，右手递过来半拉破茶盅。哎呀，太公一看好为难，不由得心中犯叮咛，有心卖他一个钱的面，肯定啊我这本钱赚不成，有心不卖他这一个钱的面，我看贫婆比我穷啊，爸爸爸来爸爸爸，我开个张半买半送啊，算人情。太公一个钱的白面称的足够一两五，不到二两欠点零。要说太公一个钱的白面没少给，不开眼的贫婆把秤争，正是贫婆来争秤，朝歌城内乱哄哄。原来是黄飞虎教场去点兵，一马汤翻来得快，马腿汤上了圆笼绳，圆笼被汤翻不要紧，白面撒在地上好似白雪一大层。太公一看心好恼，有心理论他是个王爷我惹不成，爸爸爸来爸爸爸，只得忍气又吞声，跪在地上又是搓了又是捧，不捧五声我剩三声。正是太公来捧面，不好了，西北前天起大风，紧三阵来慢三阵，白面刮在半悬空。太公一看心好恼，抬起头来怨天公，张开大嘴一声叹，没想到树上的乌鸦要出宫，闹了太公的一嘴粪，你说膈应不膈应？猫腰捡起半头砖，没留神砖上有一个护背虫，蝎子蛰了太公的手，太公甩手直让疼，咬牙忍痛拿着砖头往上砍，没砍着乌鸦，倒砍了一窝大马蜂。您说马蜂狠不狠？围着太公使劲的叮，蛰的太公不住的连连退，身后没留神有个臭屎坑，又踩了这么一脚屎，招来了一大群绿豆蝇。太公拔腿往家跑，用手拍门紧绷绷，拍门开不开拿脑袋撞，没留神门上有一个大铁钉，只听得啪嚓一声响，当时可就血流红。太公卖面卖不了，朝歌城内摆卦棚，太公算卦不要紧，玉石宴打死琵琶精，直到八十才转运，直到八十运才通，渭水河边吹干掉，又来了文王访太公。文王说：“你到西岐去保我呀。”太公说：“除非是我做撵来，
你拉绳。文王点头，好好好，顺手拉起了黄缰绳。太公就在辇上坐，文王就在辇下苦用功，直拉了838步。问太公，你保我大周多少冬？太公说，你拉了我838步，保你838冬。文王说，我拉着你的838步，你保我808冬。早知道拉一步来保一载，我把你一直拉到西岐城。太公摆手说，不中用，早知挂一挂不灵。这就是太公卖面一小段。到后来登台斩将把神封，祝各位春节多愉快，祝各位登节是福寿又康宁。谢谢。他要不说这段还想不起来。我们小时候学就是808年，什么790多年，说书不是历史，您知道吗？您不能按历史听，这就是小时候背的行。您现在让我背这段也不是不能背，俩月不一定背得下来。这小时候背的词是也不忘，哎，这叫太公卖面，这是太公卖面的多少呢？1/2。因为太公算卦中间啊，打琵琶经那点啊，刚才说我们行话叫马了，那还好几十句呢。但是这是俩故事，太公卖面是太公卖面，太公算卦是太公算卦，所以它都归在这太公卖面这唱词里头。我这给您念还念了10分钟呢，这要唱您说得唱多了半天，200来句，哎呀。